位上有个高手，可能只有他才救得到我了。来都睡得干啥？回不了家呀？我来呀。这个地方还开了个亚洲峰会。你举办的啊？我是召集人，我是召集人。风光无限呐。那都是以前了。一个朋友借了我400多万块钱，人死了。我想求我能不能我的钱给老大。我相信我们两个携手一定会再创辉煌。耶，龙总，倒霉呀！办公室也围攻我，跟到车上也跟我，几天几夜在坡上也过我。那一片地那一弯，那房子是我的，那顶上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人被时代乱打出一天，别人家的补偿款早都存到银行里去了。唉，实战比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